如何进行内录音频和视频？首先，你要准备好一个支持内录的声卡，一把吉他，一个话筒，一头插入话筒，这一头插入乐器，同时这一个插入录音孔，另外一头插入手机。安卓手机可以直接插入，苹果的话需要一个转接头。再来一个监听耳机，监听耳机就是你自己可以听到自己弹的和唱的。插入耳机孔，点这里开机。调整好话筒和乐器的音量。喂，接下来就是打开手机对着录就可以了。说话的声音和乐器的声音先进入声卡，然后由声卡走线路进入到手机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演示一下。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，睡着的大提琴，安静的久久的。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，我懂，我也知道，你没有舍不得我。再点这里结束。那么刚才通过手机录进去的音频和视频就同步了。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，我懂，我也知道，你没有舍不得。